大家听我说，这是一个压力式松发闸的，一旦重量减轻，就一定会爆炸。现在，我们来听你们。4点、8点、12点位置，先上。大华、景文、马明，出列。 听我说，你还有你，你们三个先下来，一定要慢，明白吗？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。2点钟，9点钟，大宝，跟我上。 2公斤C4，倒计时4分58秒，计时1秒装置。你那边呢？情况怎么样？我这边是1公斤C4， 压力松发与气垫混合的自制性炸药。你那边起爆装置上是不是有部手机？有，而且还在通话中。你听我说，咱们这次碰到的是双起爆反联动装置。 手机上连着炸弹，一旦剪断线，爆炸物就会引爆，也就是说，不管哪一边拆出炸弹，另一边都会爆炸。那我们就同时剪线，稍有延迟就会引爆。刘洋，马成他们已经把驴我们都换下来了，实在不行，就先剪你那边的。 不用担心我们，当我们穿上贴身军装，我们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。你们忘了我们部队的作风了吗？两边都要拆。到时我会按训练时一样起一个节奏，你跟我保持同步剪线。准备液弹。液弹可以暂时冻住弹簧压力，争取短暂的撤离时间。液弹。我明白了。那个哈，好。队长，我现在准备用液弹冻住弹簧口，来制止压力松发装置，预计能有5到10秒的撤离时间，但是我来不及做防护了。好，你那边冻结完毕，我就起节奏。 明白，马上，弹簧。液弹即将喷入完毕，倒计时听我口令。 1003，1002，1001，减。林洛。